因为自己的事情还是由自己亲口说会比较负责任嘛。所以你要如果真的要求婚这件事情，我会跟不用问这个就还没有，我会跟那会跟你们的那个身旁好友的朋友分享这件事。这个到时候再说。好，我们聊一下甜点好了。对你这样故意耶。有投资吗？对啊，你是投资还是投资还是顾问啊？这个，哎，在干嘛？要感人了，很感人哦，太棒了，好感人啊！就合作伙伴，合作伙伴，对，然后创意，有很多的一些想法，创意。你刚刚说你私底下会做甜点啊？那你觉得自己的手艺怎么样？但没有那个，我经纪人小张好，因为他教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做给妈妈吃。那妈妈的，因为妈妈又不能吃太甜，所以你要把那个糖这个东西要抓的刚刚好，又不能太过，又不能没有。因为其实他还是想要吃到那点糖的。他妈妈吃完有时候还得还挺热的。好，你干嘛讲台语啊？就好吃不好吃是重点，重点是那个心啊。啊，重点是心。因为你会觉得小时候的母亲节会比较多，会做一些亲手做的卡片啊，或自己买一些蛋糕。你反而长大之后就比较少了一些就是亲手做的东西送给妈妈，反而都是买现成的，或者是给红包什么，那个就失去掉了那种，亲子之间表达一个爱的感觉。